每人打八枪咯。八枪啊！你收好翻未？你手嗰度就好翻。乜嘢？休息咗就 OK 啦。有冇个箱球啊？
们已经去完了。哦，已经去了。一点到三点。然后他们三点到六点。哦，你是同时带他们两个是吧？谁还没有？还有其他两个。OK。他已经走了。OK。另外一个是 CD 那个学生来那个 Jack 和 Jackie 嘛 ，Jackie Lam， 对，啊 ，Jack 那个教练啊，那个 Jack 江啊，现在他来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小孩，他经常他女朋友一起跟着他。哦，戴眼镜那个。对，戴眼镜那个。哦。还有一个叫 Jackie Lam， 另外一个都是教练，他们也在那边。激烈 ，David 他们对赢了，你跟他不是一起吗？我们不是一起。Oh.
出界的嫌疑，有点像我，有点出界的嫌疑了。像是吧，对，因为那个口音，海南话跟属于闽南语系，所以闽南话我们都听得懂一些。嗯，然后他们这里你想晚上打还是？我早上、中午、晚上都行，周日，然后周有的时候周五、周六、周日也都可以。其他那些你有加进这些吗？你都没加，我刚来。可以试一下，稍微把这讲一下，这个有点慢。啊，我没上 WiFi。哦。哎，好球！好了，出来了。他们有 WiFi 是吗？他们是有 WiFi， 不过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吧。有点慢，稍微等一下。没事。对，一会儿挨个都加进去。能跟那你们过一会打一打，锻炼锻炼身体。水平太差了，你们水平都太高了。那个就是要有水平的人都有。要是对水平都有的就行，太高的我就不上了。这个也没事，这个其实也是打积分吧，就是跟这个就比较有
是可以跟厉害的选手一起在这里当学习一下。对啊，你说这个是吧？对对，打、啊这个、因为这是打积分的嘛。啊，是吧？对，刚才那个是五六日的是吗？只是随便玩玩。那个是吧？对吧？一个是五六日，这个是这个啊。那其他的还有？你要吗？还有什么的？就是他们其实都是老板他们的群来的啊，也行。一二晚上他们也有，或者是白天的也有。你试试吧。万一有空都过来看看。这是一二晚上啊，然后白天的。白天的去。好嘞，就这样，谢谢，非常感谢。没事，这就好了。最起码这整个组织了，这是。这个人，这个就是今天的是吧？对的，因为这是新开始，是吧？
Thank you.
Friday. It's before the track. You say you can come on Thursday, right? Sunday night. Okay.
Do you want to do Hong Shen? Do you want to do 1 hour of private from 9 to 10 or you want to save it for the next day? Yeah. Are you going to do 2 hours the next time? Why Clarks? Nothing. Why?
Why don't play against like Eugene was there, right? Yeah, why don't play against him and who else? Well, no, those guys are gonna, most likely gonna play doubles anyways. For lineup wise. Like, yeah, you don't see the point. Making net on the side up. This is how I keep tracking it, but any progress in your GitHub stuff? So you can start working with me? I suggest you download the VS Code. Oh yeah, yeah. If you have VS Code, it's like a built-in Git inside. It makes it out, it simplifies a lot of like GitHub stuff. The command. Like you push the code and download the code, update the code. So learn that. VS Code Git. It's like a built-in into your solution. Yeah, this is what I have for my code. Yeah. So this is what I wrote. Well, I'm not, it's really a plain script to calculate like score. But you see this like a source code, source control. I connect this to my Git. Well, nothing, I haven't added anything yet, but this way, the way you have to get add stuff to GitHub. That is right here. Source control, version control. Say if you're working on like a code, like version 1, you add like a new change or new feature to it, it becomes like version 1.101, right? Like something like that. So it kept, if you want, oh, I want to go back to version 1 to work on something else, and you go back to version 1. So it kind of, yeah, it helps you to say different version of the software.
到远远了。总要找点理由吧。
Thank you.
打这么久，就是刚刚他常出汗。确实累，精力上也不行。昨天晚上我睡得也早，回去之后吃完饭10点就睡，平常我都11点多12点。他打比赛精力小，他精力要集中。昨天这个全部精力已经用光了，你今天全部是赢，你赢了？我没有，我输了一局了。你输给谁啊？我不 输给谁了吗？你有输吗？你没有输啊。输了。哦，你输了给 CDL。对，我就是跟他输的一次。那个打输。打完了吧我？打完，我们三个打完。不过你，我们的排名已经上升了。第一次的分多呀、啊。啊？第一次的分多，后面的分少。对，因为就是打的比较多。啊，是跟比赛打几场有关系？嗯。我说你这个分是跟啥有关系？就是赢一局就加25分。25分。输一局。那咱们那次打也不至于有1000多分呢。我们1000分开始的。哦，1000分是个 level。是是，对对。哦，我们慢慢往上加的。所以现在已经有两个 level。啊，你这个是排名一个赛尔表做的自动的是吧？不是，我是自己写那个。写的程序啊。写那个编的一个小。啊，用什么编的 ？Python。Python。啊，就是我自己。Python 是吧？哦。就是这个，我就自己写的、哦。那挺好的。对。我看昨天他们比赛应该也是编了个程序。我有跟他那个跟他说，对，看看他，我就先问他不他们想不想每4个月就打一次，还是定期的，因为我们是刚考的一个对，是每打一个新项目，新项目，现在他们是6个月才打一次，6个月，然后他不过还是就是都是熟悉的人，就是没有 open， 哎，以后应该可以 open。因为他现在人挺多的，然后下次人就是一组可以回8个人，上次我们只有6个人，对，就6个人就更好一些，8个人有点多，或者打那种他的是就以前中国有个叫无与伦比的，对吧？5个人，然后编号12345，打一次换1个人，轮着上，每次打我下次给你，每次打到15分换一个人。最后谁先到75分，谁就赢了。中国打无与伦比，还就是一个团体赛嘛 ，team，、哦、他就是还挺火爆的，打的人挺多。15分然后要换两个，换了要换。No， 换一个，因为你一共是5个人嘛，看几个人。第一个就是跟那个号一样，12先打，12打完之后一就下来，3上去，3打完之后那个2下来，4上去，然后最后是5和1。哦，这样的，对，这样的，挺好玩的。我们就自己举办一个就行了。对呀、啊，就是说你可以熟悉，不是你对比赛感兴趣，我告诉你各种赛制嘛。你告诉我，然后我就想。对，你就想了，因为国内的这种赛制都是很流行的，就是比较，你像那个转的，我那时候也告诉你，都是比较流行的。对。因为国内的肯定比这边开发的多。多对。对。还有各种各样的，还有追分赛。要怎么追？一个人打到先打，比如打到21，如果你赢了我14个，然后我下的跟着14接着打，再接着追。对，追分，你跟他说。追分。